嗨，好，按什么？然后按一下一。英文的一，不是一二三四的一。对，按一下一转视角，让你的那个出生的地方在上面。哈，可笑。然后装备不要买，就是看看你自己需要。哎、欸，太早按了，飘飘你太早按了。因为想要动他的小怪，用 F 打，用 F 打，然后让坦拉，让坦拉，秀秀不要挂机。有人飘更啦，飘更啦！哎、欸，你们太同步了吧？来，通常我讲放石化的时机就是他们一复活。的那瞬间是放石化的时机、嗯。好，你知道什么？他是他竟然他竟然是按先按右键点出来之后左键确认是还是右键两下？对，哦、右键两下会取消哦。啊好。然后打外面那只小哎、欸。加物理伤害的头，谁嘞？哎、欸，像这时候就是放的时机。好、哦，哎、欸，好好好，有沟通好。哦，通，不是还有另外一本书吗？哦，这就是没沟通。你有麦子会了？啊，这边，对，跟我。看为什么我还会拉到错分的？怎么挂？就是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你玩《Don't Start Together》的话，你可以去绑定一个东西。好，我把石化了，石化了。好了，打下面，打下面，没关系。哎呦，好痛！你们等一下要留石化，因为等一下是四只猪哦。好。等一下就帮我拉走仇恨，帮我拉后面那一只的。谢谢。为什么会有人自责？是我呀！哎，你放了！啊你放了！来第四只猪的来了。等下，在哪里？在哪里？治疗打到。哎、欸，谁妹妹在地上躺，还不去捡回来吗？干，快点！飘飘，快放，快放，随便放！飘飘，快放！那个捡不起来、啊。快放补血！快放补血！快放补血！哥，你放补血了，你居然补血！你补血放在哪？在我这，在我这，你们放，我有仇恨。哈哈哈哈哈！死了！死了！哎，放不出来啊！被打！哎，节操快救！节操快救！你没抽，节操赶快救！啊，这还有谁？还有谁是倒的？啊，节操！你解法杖，节操先解法杖，先解法杖啊！你让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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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要死了！赶快解法杖，拜托！放一下，放一下！快要躺了，还没啦。那个补杖也可以攻击，按 F 也可以攻击。有点痛啊，我被五只。你们快点捡补杖！我被五只。我捡。你为什么后面来中间？来中间。你怎么不问他们？我来中间，我完全没攻击啊。带进来。好一困，哎，等一下。好，然后出去打一只就好了。不止一只了，这边。没问题啊，打到这边。好。哎，为什么？实话啊，飘死歪了。哇，走出来！哎、欸，飘飘，你拿补杖好了，因为你。你需要远程攻击，你近战你会被靠马上死。如果他来听台的话，我用眼神瞪你，你应该看得懂我在。要不要回来了？啊，通常这时候就是要留一只让我们缓冲。
来不及了。来来来来来，有没有睡觉啊？看哦，这时候就这样子。哇！去打右边的，去打右边的，石化右边的，什么的都可以啊。先打这只，先打这只，对对对对对。北七哦，好好，先打你了。开打开打。左边的石化了。好。喷头了。哎、欸，冷却头。冷却威尔森或是阿曼拿，快点。来了，另外欺负我，我没有法的。哎、欸，有图腾哦，有图腾。我去打图腾。我的妹妹在那里。来来来，进来进来。等一下我卡住了。好了。石头，你拿什么？你刚有带 CD 头吗？阿飘拿着，好。阿飘吐出来了。哎、欸，石头是给你好了，你补。石头，地上法杖。呜、行不行？不行，我去打敌人。哇，打我！跟图腾打掉。先打谁？好，另外一个图腾。你用点，你可以用点的。晚上好，我被卡在里面。哈哈哈！还要他妈还开？我要救你！你们没血进来啊？石头，你要不要拿杖啊？给你拿，你那个远程，你不用拿，不用拿书了。哎、哦欸，我以为这一只，这个秀你拿，这给秀拿，秀的火焰伤害有加。秀，你拿这个。在哪里？这个。这个。这个。石化我拿。对。石化我拿。那我还可以拿什么？欸、我不能拿书，你还能拿什么？啊、你可以拿书跟法杖而已。啊，像这个机器人的话，好用的地方就是机器人被打会电人。别救我！有九舌头啊、哦！在哪？在哪？在哪？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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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口，我来。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阿秀，你右键可以放技能哦，你要知道这个哦。然后他如果那样的话就，他头壳缩进去的话，你可以用你那个把他吹醒来。先进来，先进来。这样我要死掉肉，哎呦喂！什么？进来，好吧，这边。对啊，对啊，绝涛，你去救他，绝涛，你去救九口。我救了。然后想一下哦，这个乌龟半血的血量太低的话，会开始转。对。啊，他躲的方法就是不要外圈绕，就用切西瓜的方法。中间，中间，中间。他趴下来的话，怎么是要等他自己起來？要用技能，要用一些特殊的技能才能让他醒来。哦，了解。像那个现在秀手上拿的龙岩锤剑，可以把他敲起来，或者是锤子。哎、欸，我觉得先这个是不是要先打一只？集中要集中啊，不然他们一起转起来很恐怖啊。一起转起来就大家一起飞喽，对吧？快点进来！啊，我死掉了，我来喽！干，我是不是要死了？痛不？咔咔！操！你有仇恨吗？去救一下九口。好，我要救了。哎、欸，等一下！我来救，我来救！谁带还救到哪里？哎。舌头再被打，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可以了。没事没事。中间到中间。好。啊，舌头。看，为什么？等一下哦。
也是。我有头盾的，我拿走了。我怎么救石头？哎呦，安康一天。哎，看，救！救！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笑。九九飘飘飘飘死掉喽。好。我救。小小进来站着补血，你血多不多？多。那还是进来好。对不起，小小打一只就好了。哎、欸，秀，你的熊要摸一下哎、欸，你要救他起来、欸，你知道这回事吗？对，你地上一只 熊，你有没有看到熊？他怎么在这里？他在花里面，你没看到吗？他死了，按空白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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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猫猫，空白键呐、啊，你死嘞！我的花不能用啊，我的花捡不起来的，我花是要让它自己长回来的。长出来啊！对，所以我捡起来没有用。我可以帮你补，我可以帮你救他吗？不行。来，我要放。太转了，这只快死了。转了。中间。有救，有了。哎，先让他睡，先让他睡。你也太早。下次你去摸他吧。我来了。Oh my god！ 这个模式最久就是在这一关。要这样的慢慢来，对不对？慢慢拖啊。矮掉了，加物理伤害，负伤。好啦，我拿。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推荐是误伤还是拔伤。这个也转了。完了，怎么两颗有两颗有两颗在转？干糟了，糟了！我不要这样走，要用切西瓜的。他冲过来你就左右绕，不要前后跑。好，像我刚刚那样绕。刚好补个血去。他从左边冲到右边，你就上下走，懂意思吗？下这一只。好。我死了一个。好了。对，还有一只。啊，死了。坦克的衣服。哎、欸，看。哦，有。对。要死了。像他缩进去，就秀，你就按右键点他。右键加左键。用过了，那个冷却。哦。我怎么知道他要开始走？不是鸟笼，换了，他现在变成余量计了。鸟笼的我没拿到，我好难过。换上面这个吧。你是补血吗？你看你们好，就是看你道具吧。补血中间，要了。他就放石化了，然后打他了。你救啊！他目标是我。我在救啦、啊，我按破键而已、啊。来了。飘飘，在哪？石化还有吗？飘飘为什么？先打旁边那一只。左边右边。左边。左边。啊，右边。右边转了。左边也可以。哎、欸，对。那我把左边这只石化，我把左边这只碎掉了。飘飘了，他要补血去左边了。他手很不是我。放火小妹妹那只熊真的很没用。哎、欸，又一直在转。哎、欸，别让他一直推进。他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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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打他。哎、欸，要不要治疗效果？要不要补个状态？舌头，去捡这个。舌头捡这个。舌头拿这个头，舌头去拿头。好。这里他绑掉了。哦，没关系啊，我刚刚有那个。先等一下，这现在你在打。我刚刚有那个技能加强。咻！哎，跑！太集中。妹妹又死掉了，妹妹死太快了吧？那个拿妹妹的快救她。没有，那个，哎、欸，坦克一，坦克谁的坦克？我去左边。然后什么？你们去穿那个，有一个是加物理伤害的那件。你在哪？谁的衣服很烂？或是这里有一个冷却的那个？我拿法杖了。啊？来了。你两只先死。哦，这会中毒哦。鞋子。我碎了，我放碎了。石化。你要走一点也能射这石化。
啊，好痛啊！可以啊，我刚刚就是说你不要拿书去拿啊，你玩，快去补，快去补，快去补，我要补还没好，好，好，好了，好了，我要放了，右边，右边，右边，放右边啊，就狗死了，快点放，你这里，拉碎，拉碎，快点，快拉掉，快拉掉，先进来啊，救了，你过来，救了啦。我说需要大家帮忙去。我刚刚打的是哪一下？起来，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吧！快点，这里有没有石化库啊？有石化的可以。我不能拿书哦。我不能拿书，我不能拿书。啊，好。哎，别把他打死了。来。我要再放，我要再放水喽。好。再睡一次，不要打，再打。赢，要赢啊！要赢啊！要赢啊！吐毒了，人马了，他是。哦哦哦哦！阿飘的被动。哦，对，阿飘，你要一直远程攻击，你的灵魂才会出来打。所以你那个就是要拿法杖打，拿书没有用。睡觉喽。有实话吗？我被毒死了，没关系、欸，你这样子这样救起来比较好，也会很多。怎么那么难打、啊？嗯，这比乌龟好打、啊，其实。右上那只快死了，对上哎、欸、靠，哪一只？OK， 不要一直跟着我走嘛。先让他睡，拉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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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要太好嘞。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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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哇，拿法杖完全不同世界，刚拿书跟真的实战不一样。对吧、啊？所以刚刚有补杖，其实可以先让你拿。有没有石化？石化，开个不能拿石化。哇，中毒了。啊，召唤魔点那什么？完了，全部都去找飘飘了。飘飘先跑远一点。好了，哎、欸，谁把他打起来了？对不起，羞羞，打开东西力。我妹妹死掉了，没关系啊，我的 L 一只。妹妹死掉就算了，打通。要打哪一只啊？打通右边中间中间了。好，那打中间那只、啊。等一下，为什么他会转弯呢？我们靠近是一只啊。声音，等一下，不要再打那只，他不是等声音，等声音。等等等等等等，先补血，先补血，先补血。有强力效果，强力效果。啊，水啦！啊，这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哇，有法杖之后好玩太多了吧？对啊。我刚才真实话、哦。怎么玩这个模式？这个模式过几天会正式推出。现在这个是那个工作坊里面的。生命恢复，谁坦克啊？谁带一下？这是坦克带的啊。我。有可带啊。来了！哎呀，那个是谁？先打那个蝎子好了，先不要打那个。对啊，乌龟自己打。啊，放出乌龟了，那不是那个大 boss 小 boss？ 是。那是小小只的那个。找不到，等一下啦。哎，右边啊！不是，我没跑速啊。我去救身后，我去救身后。干！哎、欸，叫坦克追着他跑是哪招啊？坦克，等一下，等一下，追不到，我要死了。我要放补血了。等一下，中间，中间，中间，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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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哇塞，中间！你直接救我，直接救我，不要等节操，直接救我。好，亲爱的，等你。你们可以拉来中间啊！我活了，我活了，让我活了，我活了，我活了。我就以为起来了，还在跟着。中间中间直接补，中间中间直接补。啊！不要打他！不要打！不要打！好，我来救你，我救你。飘飘。带他回去中间。我跑很快。不是叫你带来中间，他会睡一下下。好，可以看要不要激活他吧。乌龟打吧，打很慢，跑很慢。是啊，那就先打大只的。
哎、欸、哎、欸，秀右键，秀右键，同一键射他。对。哎呦！然后要放补，就是讲一下，然后我们去补那边。好，中间。来了，这是强效的，强效的。玩到手麻了。对啊，这过几天就要出了，因为最近有说这个要回归。他说好吃。跑了！不！谁办？我办还是？可以。是来找我。目标是我。哎、欸，好了。哎、欸，可以补了。啊！来找我了。奇怪，我怎么觉得这次补比较快啊？你有 CD 啊？我靠，妹妹直接死掉了！我操！是你妹妹刚刚去砍的、啊。对啊，我刚刚被他 K 一下就过了。因为你妹很弱。也是啦，你妹可以挨一下已经可以了啦，已经很不错了。帮我们弹了一下伤害。啊！我听哦，我被。救舌头！大家都站在一起，然后就只打你。对，然后我就走不掉了。啊！直接放补了，快点下一下，往下走。哎、欸，死了！把伤头，把上面阿飘拿，阿飘是你的。龙岩推荐拿。哦。转了！节操不要断。啊。我来了。准时打哪一只啊？打右边还是打左边？先打。我觉得打右边那只不错啦。好了，现在都死光了。等一下，不要打了，秀。秀。操。秀。秀。是不是透明的压着你的左键啊？你是完全就是，你是上空没在听我们说话，欸、召唤！哇，我第一次我没有睡，冷静哦，我没有，我引开你们打另外一边，啊！下回一定是不行哎、欸，我的跑速不够快，好，我放了。拉来这边，睡觉，好舒服。拉来，他过来，谁还在上面？啊，比盖了，不要再射他了。杰超来救我！杰超去救繁星。左上，快点！完了，杰超被拉走，谁来救？他仇好像不会一直转移。他有些人的仇恨比较，有些人仇恨比较高。我放中间补血。他会回的，先不要打。好，助走。秀，你要听话。我没有，这次。干，等一下啦！啊阿飘，这不是我。哎，舌头去拿召唤的。等一下。啊，干。哎，被打到。召唤是哪一只啊？右边，输在右边。我看到了。就飘飘。阿飘，你很失控哎，眼神交流不是这样玩的呢。我在 DC 啊。哎呀，也就是一次。有啦。等一下，我放补血哦，补血在这。快死了！来中间，九空不。好吧，先拿。睡下，给他睡下。我靠！看谁打到他？哎呦，我也死了！不对，他来找我了。你们去救人，我要来。直接救！我快点好吗？好。啊，看。拜拜，四级再见喽。跟你说，那个衣服减15%移动速度，我跑很慢。所以你要带那个啊。然后我睡了。好，不要打了。不要打！那只臭熊，妈的！我去救人！完了啦！来不及！实话！哎，这个行！啊！他这一下伤害，这一下。不行，我快死了。怎么跑速头啊？需要跑速。好，不谢！中间。我觉得跑速头好像没有用哎。有用，超有用。你快回来。那是因为你没玩过。你拿，等一下往上跑。
等一下往上走、哦。那你跑树头给我。好，等一下我等一下丢下来给你。好，等一下往上走，往上走。我等一下用物理头跟你换。好。我要再见啦。哦，有我跑树了，不怕你们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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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妈妈！救妈妈！补血补血！妈妈在哪？妈妈在右上。补血 ，Juko 可以上来。等我。啊。因为我下次应该先放离离猪口近一点。对、啊，因为我跑不动，你知道这真的怎么又猪？差不多在九级包了，我要死掉了，我要死掉了，我要死了。谢谢。他们死掉我就。我要死掉喽！我要死掉喽！两次放补血，我放补血，放补血。谁死掉了？等，我等下救你，我等下救你，等下救你。赶快带他进来。补血补血，快点！没有，感觉每次没睡着，不要死。他打去哪？打那么久？飘飘，我来了！我等下跟着熊跟阿比克尔在跑啦！哟，我要死翘翘啦！再两下吧。好，可以补血了。中间中间中间。小小带他下来。我在。操！臭猪！我操你妈！快点救人！是的。你可以，我、哦、那头好屌，我要偷捡一下。我在左边哦。还有一只啊。左边十一个。看，转移仇恨了，转移。啊，算了，我觉得这个好像更屌，我还是穿这个好了。帮我吸仇恨。哎、欸，右上有个物理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在哪？下面，下面，下面。来来来，我再吸一个。好好，我再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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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救了啊！他打不到我，他打不到，他打不到。中间，正中间补血，正中间补血。来来来，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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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口来了。没血来补血。可以可以，我跑了一波。走走走，好，准备让我跑了。呜！我靠！哎、欸，又没打到。哎、欸，我没打你，你没打我。好，一起来，刚好可以帮补血。下面，下面，下面。补血，补血，补血，补血。哎、欸，他就给我停在那边。你在哪里？阿爷。等等，他们出小兵了啦，要死啊，要灭火。打图腾哦！不止图腾啊，有好多图腾还。我靠！对，图腾打掉了，中间补血。死掉了。好好好，听到了，听到了，收到了。猫猫跟我都死掉了。舌头也死掉了。舌头死在正中间了。我也差不多要死。不，血槽死掉了。要死要死！灭团喽！灭团了，这第几关了？不知道，还没最后一关就对了。秀会玩了吗？不要再乱来哦。好。有哎、欸、有哎、欸，我关低系之后，我是拿多了。真的真的哦。对啊，我现在用手机。我终于体会到玩游戏的感觉。有哈、哦，我都英文啊，看不懂。我的是什么东西？有两万多啊。DPS 啊。DPS 两万多。有可能啊。必须。好啦，你自己喜欢的角色吧。好，不想，我不想玩妹妹了。有那朵花，感觉会闹得很多东西。我跟你讲，夜猫，你玩伐木工。欸我玩伐木工，好伐木工或者是表演艺术家，感觉这两个会适合你。近战。嗯。伐木工攻速很快啊，表演艺术家就是放 buff。好啊。好在打架的。啊，其他你们玩，请让你们自己选。这模式对边缘不友善，不会，很容易撞那个野团。我觉得傀儡是好玩的，我再玩一把。就是。第一回合的那个补账就是要先给你拿。反正没有威尔森，我
居完位置。嗯。就是阿嬷的话是之后再把补葬换给他啊，那个麦斯文放补血哦。对你前期的话要先帮忙放补血，等到第二把火焰杖出来之后才换，你再换那个给额头。所以我这次不用换武器了。对啊，那把就是你的啦。哦 ，OK。而且你那个其实正规模式，你用那个斧头劈到那个再转的乌龟有成就。哎呦。嗯。他可以中断那个再转的乌龟。哦，所以这是基本上是带防御。我有开台啊，你怎么了？你傻了吗？十二人是梦。